去告诉我们呢，每一支烟你吸进去就会减少14分钟寿命。想抽烟都不怕死。死不要紧，大家都会死，最惨的是死得不明不白，对不对？你一会儿讲科学，一会儿讲经济，一会儿又讲哲学，真的听不懂啊。老师教通识的吗？教的我们通通都不懂了。不是叫你通通不懂，是叫你不要通通不懂，要用脑子判断，不要被骗。你越有知识呢，你就越有判断能力。知识就是力量。 Knowledge is power。 我不是想要你们什么都懂，我要你们有判断能力。